哎，你看又急，哎呦 ，what the fuck？ 你为什么不点赞啊？别被我抓到你了啊！手游有斗文逆场。哎，剑气了，那不给你捅了。直接拉晕，哎，W 直接一拳，哎，右拳，左点燃右。还好我下手快一步哈，不然一血就没了。就是对面下路玩套路的，好像还有点会玩。又不好打了，这把。三级的莫甘娜，一级的卡莎。什么？一级的卡莎？这都四分钟了，一级吗？完蛋了呀！一级就被单杀了，那日子难过了啊。结束让你玩就是不玩，我玩了呀，那天前一天大伯在轰你，推线推线推线，这里是不是有人在打我们家野怪啊？我怎么看到一个石甲虫？啊哈，可以，盲僧也杀了，只是我没助攻了。哎呦，好酷！别追了，别追了！哎，哦，还是塔杀，血赚。不卡，你去上，去下。上吧，大夫入去。啊？那你踹走谁呢？踹走我。OK。来嘛。把我当软柿子是吧？跳我吗？来，我没好一直不跳我，没草了。哎，该死，冰女也来了，他们三个人，半天我打不到他，早知道打冰女了。不了，我操！纯纯的变态嘛！天，能直接越二他的？
打野他妈在这里划水啊。在草里啊，点了你又不听，都点烂了你非要进去，算了放他一个。他不放我呀，我放他一把，双招干我吧，操！笨的发瘟，我的评价是。推前交早了，不如大进去试一下。他满血又交什么闪现、啊、不会的，可能这个吧。熊大龙吗？打大龙总会吧，快来啊！不是他不打呢？五个人打不了大龙，那玩不了了呀。人回来了，拆不了了。打他呀！打他呀！怎么还在 OB 呀？我一个人都快要打死他了，我操！三个人在后面看。要我来个破盾的，重伤。其实他自带重伤嘛，他也出了个重伤，我肯定出不了重伤，我咋出重伤？劣势你再去补这种装备，你玩不了，玩玩还是不玩？
都大我了，可惜。他有个中亚，没人给他来个盾呢。可以冰清了，不错不错。他没有草啊，他辅助没到，这草没到，冰女大招应该要好。这波是几乎要打，要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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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杀其他人吧。需要杀他们。他没鞋子，应该能追上。我要是能找到我老爸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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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留闪现吧。下波团战还得打呢，又不就打这一步。他们抓着你的脚，把你的漂亮鞋子给抓紧来了。看一下，你真的好闪，我也跑不了。点了吧，玩不了。他不来，这现在又不点，这没办法，也不能怪 ADC， 打不过这个组很正常。专门玩这个组合的，我说他还挺会挖的。守不住了呀，没办法，前面配合打得也很差。没有配合呀，一点配合都没有，兄弟。这卡特他也不来团呢，他老是搁那搁这单机，我们得配合杀他呀。我一个人伤害哪够呀？希望大家能够订阅，以后也会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我的内容。谢谢大家。